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，八日凌晨由苗栗县拱天宫起驾出发，九日进入彰化县。徒步进香期间，沿途不少虔诚信徒发心自愿设立服务站，提供免费饮食、休息等服务，展现在地的热情与浓浓的人情味。彰化白沙屯这个联谊妈祖的联谊，准备这么丰富的中餐给我们。我们代表我苗栗，谢谢你们弄那么丰盛的午餐给大家享用。乡亲志工一起为白沙屯妈祖信徒提供服务，甚至自行载运食物饮料到住驾地点慰劳信徒。志工们从昨天半夜就开始准备，希望妈祖能保佑大家都平安。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道。